首午夜昆首次演唱会 Summer Pop Live in Hong Kong 香港夏日流行音乐节2016 Kongor Live in Hong Kong 午夜昆演唱会于8月10日晚在红馆举行。由于昆哥在圈中及圈外的人缘特别好，所以今晚到场支持的观众坐满全场，气氛浓烈。演唱会一开始就以劲歌辣舞拉开序幕，为现场观众呈现一种歌声融于健美之中的音乐晚宴。之后作为特邀嘉宾的张智霖在台上与观众互动时，就对昆哥的观众缘做了这样的评价。好的作品并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有什么呢？一些好的观众。昆哥他最着数一点就是一种无敌的观众。哇，今天在座这么多位是不是都是最锡他的人？接着张智霖在台上为大家献唱一首 Hero。演唱会期间，现场响起了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的音乐，接着杨千嬅惊艳现身，昆昆当场激动到跪地相迎，同时坐在台上半观众欣赏杨千嬅演唱，那萌萌哒的样子实在可爱之极。唱完歌后，两人抱抱，昆昆感动地说：“真系俾你陪我晒，系啦。嗰晚我练完啦，跟住出到去，导演好严重同我讲：，喂，唔得喎，阿千嬅得闲嚟喎。”我所以剛才我真的以為真的播錯音樂。送完杨千嬅下台後，演唱會也接近尾聲，昆昆為在場觀眾獻唱一首好聽且很有含義的歌曲《百姓》，博得了大家陣陣掌聲和叫喊聲。別信他，沒人是推不翻的忠臣犯語，能隨便判斷，明明是群眾无谓在挣扎去找出好起意，大家都爱他。